大家好啊！我哋今日做嘅场景模型咧，就系近期上映嘅电影《上戏》其中一幕。咁至于做嘅原因咧，其实好简单，就系早期咧见到个电影预告，发现其中一幕哇，居然有澳门外景，所以就开始咗今次嘅模型企划啦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就马上开始啊！